很多鸟类在这个地方过冬，初一知道吗？初一是天放的时候，它把人就是吃掉的。初一，它，人把它埋在这个湖边，湖边，然后呢，还是一刀一刀的砍下，丢在河里面，然后呢，鱼把它吃掉。所以呢，我们藏民也不吃鱼。对，我们吃鱼。可以啊。唱山歌还是情歌？还是干劳动的时候歌，很多歌的。这个是你的事。